四季下第三乐章，这首是出自于他所作的四季协奏曲。然而特别的是，这首曲子不单单只有音乐而已，事实上还有14行诗配合音乐的进行一起描绘场景，在文字与音乐交错之下产生画面感。而这次演出的部分是在说，终于他担心的事发生了，雷电交加的狂风暴雨竟逼迫阻扰了他回家的路，所以等一下也许会听到雷声，有可能听到暴雨落下的声音。那么话不多说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维瓦蒂所作的四季下第三乐章集版。